林木帆。嗯。哎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跟他就是正常的同事关系，我就是在他手下打工而已，我们没什么。我说有误会吗？我还不至于在乎他。你如果想接工作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是蓝海集团不够大呀，还是你设计部的工作不够你做？明天我会让第一设计室的市长联系你。还说没有吃醋，严先生啊，你真的是亚洲醋王啊。好了，你先回去休息，以后有时间了还带你去看仙女座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嗯。我真的要回去了，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。晚安。早点休息，拜拜。好了，我真的要回去了，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。晚安。